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贝克大叔。之前在使用邦哥哥家的手机镜头的时候，就好希望他们可以推出镜头手机壳。现在终于等到了，嘿，我拿到现货了，马上进行开箱吧。手机壳只能针对单一的手机，而我使用的是 iPhone 手机7 Plus 的手机壳，而另外他们也推出这些手机壳。镜头手机壳的优势是，手机镜头可以直接旋转上去，与手机壳做结合，拍摄起来呢顺手又方便。拍摄的时候呢，可以将镜头收起，就变成外形好看的手机壳，防刮又防摔。还有一点不错的是，随机赠送指环扣，这样可以让手机更好的掌握，也可以放置做拍摄，或者是方便观看影片。有一点非常吸引我的是，使用真材实料的木头所制成，而每一个手机壳会因为木纹的不一样而显得更有特性。我觉得呢 ，K01 镜头手机壳外观好看，而又可以搭配邦哥哥家的镜头，使用的时候呢顺手又方便，让我非常顺利的拍摄照片或影片。我自己呢是挺满意这一款手机壳的，所以在这里推荐给大家。好的，我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有分享哦。拜拜。